但是目前乐观的建友有228位，小桥除了平息关怀，也将对意愿回到正常生活，进一步甲生活重建中心合作，提供职业创作等个别化服务。伊面对一年一度的五日节，20号伫竹联社会福利基金会、台湾母幼志工协会、贵族合病院等单位合作，嘛安排义诊、健康检查以及洗身躯等服务。会中市长吴伟特伫社会局长陪同，嘛亲自到和顺利活动中心发送物资和家园的代表，同时以赠送五日节礼金当面回谢。我们专业的社工员呢会持续的来呢帮助我们的街友朋友。那除了我们平时服务之外呢，包括过年过节，像现在端午节我们就连结了很多的我们的公司行号，公司协力呢一起来协助我们物资呢送给我们街友。那更重要的，我们希望街友可以呢透过自己的能力来工作。那目前呢在我们社局的辅导之下，已经有78位街友顺利的工作，也希望他们可以持续下去。小桥表示，如果民众发现街友有紧急保护需求，会当卡110113，然后需要急难关怀，就会当卡1957，或者是1999市民服务专线。市府伫第一时间将启动服务。台南新闻，君子蔡宏博的。